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Alder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款手机的小游戏，叫做《囧囧挑战》。哦，这是第二代吧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没有玩过，哎，说真的，这款游戏呢，好像是有一位观众之前推荐给我的、啊，他说，哎，这款游戏好好玩哦，看谁玩的。啊，就是说实在老头没有玩过，然后有稍微去上网查一下，感觉好像蛮烧脑的，而且感觉蛮有趣的，所以说呢，就来稍微玩看看吧。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了、啊，反正就先试玩看看 ，OK， 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老头已经购买这个移除广告的这个费用了哦，这个是哦，想说不想要录影录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堆广告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说为什么我的关卡不见了？我的嘞，太屌了吧？好吧，算了，我们先从第一关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你会打地鼠吗？会啊。左边、右边、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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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多余的洞口手指堵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哈哈，看你调不调皮。下一关，帮 Jacky 给灯泡插上电源。哎、欸？啊？为什么？啊、算了，不管了。你会打地鼠吧？我操，这怎么打、啊？这怎么打、啊？这个要怎么打？大哥，这个要怎么打、啊？打不完啊，摩西啊，它是有规律的、啊。我只要堵一个地方了，欸、不行哎、欸。哦。你死定了你看这也太过分了吧，滚，好，把他的洞堵住就好了，终于清净了。小猪沉着睡得太沉了，要我帮忙叫醒他。笨猪快起来，用麦克风吗？啊，这样子呢，因为他这个游戏好像有很多需要用到转荧幕或什么诸如此类的。那我要怎么叫他起来？啊！笨猪起来！啊！我想说，对着手机讲话，感觉像智障一样，但是还是得试嘛。哎、欸，他可以一直点他、欸，哎，还是可以点他、欸，哎。放弃。哦，堵住猪鼻子，他不能呼吸，他就醒来了。看，我的天啊！哇，数学题完蛋了。那么先来一道送分题，三加二等于多少？三加二等于五啊？没有五啊，大哥，没有五啊。三加二，怎么办？要我倒着看吗？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跳关？吓我一跳。三加二。等于六，看小一颗爱心的 ，no， 这个也太恼人了吧！莫名其妙掉了三颗星的，这里吗？靠呗，在上面啊，他连上面那个也可以拿来当成题目的答案啊！我的天啊，你觉得这游戏你要值几颗星哦？我有点觉得被恼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是觉得我还是给，我觉得他、啊，如果你给他三颗星，他可能会不爽。哦，我们还是给五颗星好了。不要，下一关。嘿嘿嘿嘿。好，点燃这个蜡烛，怎么点？我要怎么点燃这个蜡烛，大哥？我对着手机用吹的跟北七一样，应该要找个地方，要找个地方去把火柴给拉起来啊！可恶，超乎常人的，为什么啊？算了，不管了，
哦，有时候我喜欢把典藏在萤幕边缘啊，算了，随便。今天超市打折，小明买了多少可乐啊？不就三个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一定是陷阱题。我就知道，看怎么那么会藏啊？超级骗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再撸，再撸，再撸，好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十六瓶。嘿嘿嘿嘿嘿。嗯？哪里搞的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十六啊！靠呗，十七、十八、十九，它上面那个也要算啦、啊。Oh my gosh！ 好啦，走开啊！哪一只才是真的蝙蝠？谁会知道啊？转荧幕画面。我觉得都长一样啊。都长一样啊，用咬的。哇，这关怎么过？这关怎么过，大哥？我只是两个爱心了、啊，蝙蝠要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蝙蝠？我觉得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吧。手机摇一摇啊，我刚摇了啊，摇摇摇，哦，要摇久一点啦、啊。真的蝙蝠是倒过来睡觉的，假的做不到。不要让别人看见你有 S， 推回去啊，按住啊！不要让别人看见你有 S， 然后呢？连点，烧脑的游戏 ，Oh my god！ 我也是摇一摇好了，使用前摇一摇，好，还是翻转，翻转。我按住了，然后呢？不要让别人看见你有 S， 那我就这样子按着久一点就好啦。干什么都没有。嗯，按住，那就把牌推回去不就好了？靠背，这两个都要遮住了哦，到底。啊，这就是脑筋急转弯的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我们过到第几关了？第十一关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兔子不见了，找出兔子，在你的头上啦！哎呦，没败哦！我随便讲的，还真好过啊，轻轻松松，哈哈。可兔子又不见了，找出兔子，就是你了，靠北。Oh my god！ 怎么会这样子 ？Oh my god！ 我要没命了！摇摇摇摇出兔子来！按住他的头！完了，我要输了 ！No！ 还要花钱？哎，我金币啊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花费金币。然后，啊，看广告奖励金币时，那、啊、当然继续。我有金币，我没差。好你嘎仔，这怎么找出兔子又不见？找出兔子哦、啊，我只找到你了，小淘气。不知道为什么又找到了啊！第十三关，愣着干嘛？找完就没事了。啊，对啊，啊，找完就没事了。然后呢？哎，没事了之后干嘛？没事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各位，嘿嘿嘿，摇一摇，看答案。
掀起他的头，拎起他的耳朵啊、哦！可是我刚按的时候没有东西啊，我是被骗了是不是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今天先玩到第十三关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还蛮不错的，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这是一个观众推荐给我的一个手机小品游戏，个人觉得还蛮烧脑，然后还蛮让人想要揍手机萤幕的啊、哦！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想法？哦，就是投机取巧，然后也不是取巧啦，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一个这种解谜的游戏啊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块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囧囧挑战再见面了，拜拜。